好，那我们来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油醋酱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一样，我们用芥末籽，加一点点蜂蜜，然后我们这时候再加一点点的巴沙米克醋。来，我们先把这几个元素先均匀搅拌。橄榄油，好，你们看到它会越来越乳化，可以哦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做好了它的基础的沙拉酱。那其实我们刚刚鸡肉有经过处理，其实它已经熟了哈。熟了之后，我们就看差不多，我们再把它切片，之后我们上面把它放一点沙拉上去。好，来那个生菜的部分，我们用过滤水去洗它，然后做一些减菌的工作哈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是可以生吃的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开始摆盘。那我们先来试鸡肉的部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请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检测鸡肉的话，用叉子压下去的时候，大拇指的指白会反白，很用力压不下去。好，像汤匙的部分呢？那汤匙的部分也是压下去的时候，大拇指是反白的，然后压下去的时候放回来就是它会弹回来的。那筷子的部分呢？那筷子的部分呢，就是夹的时候你很用力去夹它，它还是夹不断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这道菜。鸡肉，你看这样子有没有？它夹不断，这样就是了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我们吸一口。嗯，所以它这个的它的完整性很够，对。但是入口之后咀嚼性非常好。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好像是不太好压，对不对？是。是要保持它原形，可是当我们入口的时候是非常好咀嚼的，所以非常适合牙口不好的人。